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又再次的见面啦，所以给我看一下今天已经到场的，就给我们888来做开场吧，来给我们上一个号码888，哦，让我们八看到八八你呀，对，让我看一下大家是不是已经到了现场，来给是我们这个好的开始，你上一个字888来做开始好吗？八八八八八，快八，速的转动起对，来，快速八的八转八。动起来。来，给我看一下，在我们频道里头的呀，我看到了，那很好，哇，对，这大么多八家，八八，真对，的吗？他这么多，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命运我做主的直播，今天已经是第七集哇哦，第了，七期对，了，已经来太了，好好不容易，快呀、啊！真的，是的，一个礼拜要过去了，7天的时间，代表新的开始啊！对，这是第七场了。那好，来，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的，请给我一个一的号码，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来，在那个留言区里头点上一这个数目字，对，让我们知道好像没有你一。们对，好像啊，没有一，大家都是老大家都是老朋友朋友，哦，这样好。哇哇哇哇！如果今天你已经是第七次跟着我们，今天第七集了，那给我们打上一个七，好不好？来七，那我们知道今天你是看了第七场，哇好，对，，OK，哇，我看到有一些哇，新朋友哎，加有进新来朋友哦，了，新朋对友，对对对，哎，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请到了我们李氏易学的两位师兄、两位讲师，然后来到这里给大家做分享，然后今天让我们两位师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啊？来，我们的任师兄。好，Hello，大家晚上好，我是舒伯任，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相约在我们这个美妙的我们的空中的直播频道，命运我做主。是的，我相信呢，今天晚上有我们三位的共同在一起的这个主播，即将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一种收获，因为我们即将会分享一个与众不同，可能是你前所未有没有接触过的一个主题哦。十二神术把你看透透，你们期待吗？好期哇！待，是啊，在我这一边的是我们的龙师兄，对。Hello，大家好，我是龙鹏安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之一很开心，很荣幸，接下来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相聚在这里，希望我们一起能互动得更加愉快，哪怕我们的哪一些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分享能触动到你，或者更好的帮助到你，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景，好吗？谢谢。是的，给我们待会儿两位这么棒的师兄，给他们热烈的那个鲜花跟掌声，好不好？就在你们的留言区里面给他们掌声和鲜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直播的，等一下我们会说十二神术嘛，非常重要。所是。以你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在我们的直播室里头，请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进入我们这个直播室啊，因为非常重要。今天晚上。我们两位师兄真的，我会去爆他们的料，哇哦对，我会挖他们的料。，OK，我们的龙兄有必要有太多的料，有很多的八卦，我们可以好好的挖一挖今天。认识的经验更多啊，请大家才有更好的这个分享，给大家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收获的。对，好，所以记得一定要赶紧把你的亲朋戚友、好朋友都全部给带上来。然后，如果他们还没有看到的，赶紧。在那个留言区里面 tag 他们的名字，好吗？OK，对，其实哈、哦，刚才我要进入直播室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突然间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他应该是看到我的面子书吧，然后说今天晚上会有这一个十二神术的这一个分享，所以呢，他就问我，他给我一个电话，他说。我听过十二星座，我也听过十二生肖，是，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过十二神术。哦。那他问我什么是神术，神术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这两位师兄，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十二神术？来，龙师兄。OK，好，其实十二神术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它就是一门上古的先天智慧啊，它也是一门命理工具。因为我的师傅他传承的话，就其实易经的最高端是没有天干和地支，只剩数字。没那有天没干有天干与地哦，支，它只剩数字。数那字。我们十二神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生的农历的华人农历的年月日时，
你想对应的是每一个数字。好，我拿下笔记录一下。师兄，你说慢一点。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地点哦。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笔记记下来呀。华人的农历的年月日时，它每项对应的，论八卦，论九宫八卦，论这个十二地支来对应的是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就是你出生的，你的一辈子的神数。哦，这样子是不是师兄是农历的吗？是的，华人农历。华人农历，华人农历。哦，大家要记住哦，是华人的农历。OK， 嗯。所以，如果您把你的出生年月日时放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的认识中会把你看得透透的，从你的出生到现在以及未来想要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只是数字哦，不要任何排款，只是数字，把数字写出来一串就能看得出来。哎，我现在开始 好期待啊。其实我已经被你们两个看透了。哇好，或许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挖一挖我们的郑总哦。对，我也有很多干料。OK， 好，你们一定要守在直播室里头，坚持到最后啊！坚持到最后，对，今天我们就会把这个十二神数这边把你看透透这一块讲得非常透，从我们的农历一开始到十二，所以你们一定要守住哦。如果你的朋友还没有到这个直播台的，现在我们刚要开始，抓紧时间，所以赶紧快点的让他们都上来，在这个直播室里头，好不好？好，好。对，重要的是，我觉得要这个时候尽快的赶快把这个发送出去啊，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聆听我们这一次这个直播。因为接着刚刚我们龙师兄的分享啊，他的刚刚的开场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因为他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易经最高端没有天干也没有地支，只剩下数字。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背后有一位高人，就是时效国学全球导师李从汉老师，他用了20年的时间呢，横跨易经七大门派，不管我们听到的八字啊、紫微斗数啊、奇门遁甲呀、这个梅花易数啊等等等等，他都有很深的一些了解和涉足。那最后呢，他把取其长而喜其短，然后最后留下的就是最宝贵的。我们就这些一个道理了，龙师兄的师傅也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叫快、很、准。我们是以解决问题、以给方案为导向，对吧，陈总？是的，这是我们最独特的一个优点。是的，今天下午其实我才在跟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客户在聊天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解析的这个环节过后，他就说的，你说的非常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位师兄，我说真抱歉，我说说得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最重要是要解决的方案，是的，有解决的方案这才重要。是的，我说说得准谁都能说得准，是的。但我们在看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李师义学所在说的就是要测不准，测不准。对，那好，今天我们已经要开始了我们这个十二神数的这一块，那我们就从农历的一月份开始好吗？ OK， 哇，对，农历一月份。Hello， 我刚才有点流口水了。好，在大家、okay. 在这个直播室要开始说农历一月份的时候，请大家打上一，好不好？你们期待吗？如果你是一月份出生的，你们期待吗？来，如果你是华人农历一月份的哟，请在评论区给我回复一个神奇的数字一万，来回复那个神奇的数字一，因为待会儿在解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做到一点。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吗？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先了解自己，对，然后才能够去更好了解别人？是，只有认识自己，才能够更好认识别人。是，很多人为什么在职场当中找不到他的一片天地？或者说，在他的这个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达不到那个理想的阶段，是因为他不太了解自己。他也无法去了解别人，是的，是的，对吧？是的，所以这个就需要的是我们要打开那一双慧眼，就是智慧之眼。嗯，让我看到评论区哦，好多一啊，好多一，我看到了好多都是我们学友的一哈。如果你是农历一月份的，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你就打上个一。对，那当然，如果家里面有一月份的哈，我们也可以啊，家人呢、啊，亲人呢、啊。或者你重要的拍档合伙人呢、啊，他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在上面做一个回复。是的。待会儿讲到分享到重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相应的一些记录，
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种啊去沟通啊去互动。对 ，OK。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记得要拿下你的笔 ，OK。等一下我们要做笔记。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师兄先开始农历的一月份。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一月份了。华人农历一月份的，他呢，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然后呢，也是很有想法的。然后呢，他是表面给人一种比较冷静的感觉，然后呢，其实内心是蛮火热的，是蛮热情的，就总想去付出那份爱。就像那个火球要去照亮别人吗？是，那个火那个火去照亮别人一样。OK， 所以他就像那个灯一样。OK， 他就是需要的是，可能外面是一个玻璃的，有点凉，但是内面里面是有温度的。所以我们跟一月份的人相处啊，有时候你或许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有点感觉冷冷的啊？那其实你看到的外在不等于他的内在，是的，这个就是很关键了。举例 ，OK， 如果这个人是一月份的，那你要跟他去聊，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喜欢静，不太喜欢动。是，有一些人喜欢静，有些人喜欢动。那所以那他的内心其实是很丰富的。就是那些那个情感是很丰富的，因为呢，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学会的是把就是内在那份情绪啊，那份情感呢，做一个更好的一种释放，才能够找到一个途径、一个管道，哎，让自己能够身心愉悦、身心合一，才能够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一种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词啊。那个词叫闷烧锅，闷烧锅，你有听过这个词吗？哎，就像我这几天呢，我们在郑总家里面，我发现郑总呢，他其实是一个能够上得厅堂又能够下得厨房的一个OK， 对，你看有机会你可以品尝一下他的美食啊。那他在做给我们昨天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道美食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叫菜饭，对吗？对。OK， 那他用那个锅呀，我相信大家都可能用过那个锅啊，那个叫电饭煲，对吧？电饭煲。OK， 它里面的米饭是热的，但是外在是凉的。OK， 所以有些闷烧锅，有些那个米饭你放进去是生的，对吗？对，你想开那个盖，时间一到它是热的。是的。所以它需要的是那种你要主动跟它去互动，主动去链接。那一月份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就是你要学会。主动创造，主动创造，这是重点哦，要把它写下来。主动创造，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你要去谈恋爱 ，OK， 你看上那个女孩子 ，OK， 她是一月份的，这个可能你说，哎，我追她怎么追得这么难呢？难道是我的礼品礼物不够吗？或许应该不是哦，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或者你可以转变一个观念呢、哦，因为转变观念就是新的方向的一个开始。OK， 他的内在可能对你是有感觉的，但是他只是嘴上他表达没有表达出来。那你举例说，比如说啊，第一次你见别人，你说哎，我拉一下你的手好吗？可能对方说不太愿意，对吗 ？OK， 他可能把你手哎，你走开。OK， 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去撩女。哦，撩。哦呦，越多学一套，哦、怎么撩女？所以你要学会主动积极的去创造、去争取，对，学会表达，好吗？好，这是一月份的，有没有收获？来，未来有机会我们会把每一个月份更深入、更全面的解析和分析。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好，我先分享到这里，这是一月份的。如果你你觉得一月份解析的很精准，准，甚至你还觉得哇，准，我看到了，甚至你还觉得哎，今天突然学到一道可以撩妹的方式。你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回复那个神奇的数字。一代表是精准的，好吗？让我看到。好的。对，那同时我们也即将开始二月份啊，待会儿我们会看评论区啊。看评论区给的那个掌声，给的那个。好像评论区有点卡住了。回言到底准不准？节奏太猛了。如果准的话，记得请打上一，好不好？如果是男的呢？如果是男的，哇哦，
如果呢是你吗？对啊，所以我们在聊的时候的当中，其实今天就是比较开放式的，是比较开放式的聊天的形式。那如果你在某个区块，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想要提问的，其实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在你们的留言区里面就可以打上那个你们想要问的哦，好吗？ Okay, 那刚刚那个问题我们要回应一下吗？不是，如果是男的会怎么样？对，我们请龙师兄这个来正好接力棒一下。可以可以，我觉得认识继续把那个男的讲完，应该对他期待。因为我知道你说你在撩妹撩男都很厉害的。我只对女人感兴趣哦。OK， 如果你是男士哦，如果你是男士啊，那你是农历一月份的，其实它会有这么一种现象呢，就是刚才我已经分享过了，就是它是属于有想法。OK， 需要更好的契机或更好的时间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以前经常听一首歌呀、啊，这首歌也送给农历一月份的男士哦。所以是，哎，等一下，认识兄要唱歌。如果认识兄要唱歌，你们要给掌声啊！你们准备好了吗？拍一首掌声啊！ OK。这首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也是一月份的一个特征和一个真精彩的一种呈现啊。OK， 如果一月份你现在有一种爱想去表达，还没有表达出来，你想去对那一个他有一种更好的爱的示意或爱的绽放，或许你可以听完这首歌之后，我有勇气了。不会是梁咏琪的勇气吗？那首歌就是。OK， 我允许我唱一下啊。如果你是一月份农历的男士，对，哥哥你大胆的往前走，往前走，不回头。哇，这个太厉害了！今天真的认真兄已经豁出去了。等一下，我不知道龙师兄我已经豁出去了，这个不是我。等一下，我不知道龙师兄应该要怎么接棒。这个太难接棒了。算了，今天的棒子全部给你了，我不接棒了。龙师兄就是属于闷少婆，但我不是一月份，他不是一月份，他不是一月份。OK， 所以这是一月份的，你有收获吗？如果有收获，刚刚你是男生一月份的，请在评论区给我回复一下。精准或者说一 ，OK， 好吗？好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农历二月份。哇，那罗师兄，你请你分享一下农历二月份，这个十二神序里头的农历二月份是如何呢 ？OK， 好的，谢谢郑总，谢谢我们的任师兄。哇，他这个棒子接过来，我觉得有点烫，实在是拿不住手。而且因为我们的认识他是多才多艺型的，你们知道想知道认识是哪几月份的吗？请在评论区猜猜猜。哇，如果猜对了，认识就会有大礼送给他。是的，赶紧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碗。一碗人给你的解析分享。一碗人的解析分享。所以我们的龙师兄其实你知道他绽放起来比我绽放多了，其实有时候还没有完全去释放出来。Okay. 现在各位，今天晚上或许你可以打开龙师兄他那个释放的一面，好不好？我们来聆听龙师兄精彩的分享。农历二月份。好的，谢谢。其实二月份的人他是有想法比较多，而且二月份是比较灵活善变的。其实为什么？他就像如果二月份的内心，他的很多想法就像那个河流一样，不断那个流水会在流动的，会如画面的，但那很多东西在自己的思绪在脑海中，一旦有只要有一种念头，他就会不断的去思考去想，哎，但是二月份的人其实也是情感是很丰富的，但是他有时候会有点摇摆不定。你想想那个水，因为那个水它不断的在流，它很难，它会左边右边这样，那个就像那个蛇形的不断的去流动一样。哦，所以有点摇摆。像蛇这样。Yes，是的，是的。所以但是二的人其实他是蛮。他的口才蛮不错的，口才好，他很会去表达，他很会去表达，而且其实有时候他与人去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看透不说透的那个能力，哇，很厉害，看透不说透，对对对，就是看到你会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他看透了，但是他不轻易的去马上就是我已经在你面前没有秘密了，对，yes， 这个你碰到这种的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啊，你那个在屏幕前的伙伴们，你们可以去，
我在讲的同时，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您身边如果是华人农历二月份出生的人，你可以去相对应的去看一看。啊，不可，我当然说，我说的所有的东西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呈现，但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个性，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个性，是明白吗 ？OK， 谢谢。还有，其实二月份的人，他还，他内心是蛮有承载力的二月份。哦。你可以说有担当，有担当，对，有担当，有爱心，有爱心，对，他喜欢对别人好，啊，你可以看，哦，那要找二月份的多去聊天，因为他会请你吃饭，请吃饭，他会主动对你对别人好，对对对，是的，是的，是内在的承载力很强，但是有时候他会，会没办法把自己那种很轻松的状态活出来。因为他一个是想得多，承载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他会给人很多的时候，他一种给就是他自己给自己一种使命感或责任感，给自己的压力是蛮大的。哦，二、okay, 的、啊、对对对，二、就是二，是的，是的，他就是可以说自我标准比较高。Yes， 可以这样说，是的，是的。哦，因为他有时候因为他看事情做干什么事的时候，他比较有宽度，有宽度，对，他看事情比较有宽度。这样就跟我刚才比喻的那个河的流水是一样的道理。你想想流水它有什么样的特性，跟我在讲的那个类似，就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啊，是的，原来是这样的。是是是，难怪我当然很聪明，很有自己的这个点子和想法也是蛮多的。我觉得这是对。啊，如果说，哎，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在屏幕前的伙伴们，有二月份出生的人，农历华人。弄二月份出生，请给我在评论区回复二，对，数字二，华人。我看到一个点呢，说蛮准的，蛮准的，对，还有对，对对对，是的。哦，谢谢谢谢。对，如果你本身是农历二月份的，你可以在那个留言写上二，或者是我是农历二月份，对。如果你觉得这个啊，我身边的二月份好像都是那么准的，那你就给上准准准。三个字， okay， 那让我们师兄都可以看到，谢谢啊，大家的留言。好，谢谢大家。但是其实二月份就是刚才还有一点，其实还有，他很容易天马行空。哦。不过他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他好起来对别人很好，他要是凶起来，那脾气就很凶了。哇。啊，是的。所以在跟二月份的相处的时候，还是要有那个度。是的，是的。还是有那个边界。啊，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宅在家里。跟家人在相处，那所以说，如果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另一半、你的孩子，他有农历二月份出生的人，那你就当我跟你说的这些点的时候，那您就要就有一点注意啊，怎么去跟他沟通？对啊对，怎么去跟他沟通，能保持我们家庭的关系更和谐？是的，更融洽。我觉得师兄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给人贴标签。不能说啊，你就是二月份的，你就是这样子 的。那你就要想怎么去应用，因为易经也在讲这什么，如何去应用的维度嘛。是的，是的，应用是蛮重要的，应用是蛮重要的。是的。OK。好，来，我们可以继续回复呀。看评论区上蛮厉害的，蛮多的啊。是的。我凶，我看到一个评论呢、哦，我看到一个评论啊，我凶起来超级可怕。但是好起来就对别人更好。是吗？是吗？你好起来是别人，你我又好起来，对吗？OK， 谢谢。好起来也是很这个的。我们昨天有分享过，我想问一下，昨天有没有看我们时效国学全球导师李从汉老师的一个直播呀？叫这个黑魔法时期的生命战神。生命战神。在那个在直播的时候，他有讲到有这个手势，你这样比和这样比是不同的概念的。为什么呢？OK， 你这样比，这叫二，这样比叫耶。哦，明白了，这叫耶。对，好，昨天有在看我们李老师的直播 ，OK， 可以在那边给我看到666吗？好不好？哦、那给我看一下。对，师兄，其实明天哈、哦，明天晚上也有我们李老师的直播。哦，对对对，明天晚上我忘了，明天晚上也有直播。那明天晚上李老师会给我们分享什么呢？明天晚上的直播其实是更给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讲到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很多人的收入都开始减半，很多的企业也开始甚至就是关门啊、倒闭啊，甚至在这个时期没办法去销售自己的产品啊，那你就开始没有营收，没有营收你就开始
团队发不了工资，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现在还没有辞退员工的这些公司。哦，对，因为他们还在坚守着。是，所以明天呢有一个重要的分享，就是转型的智慧。哇，这个很重要，转型的智慧，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一个方面呢，记得，而且这还是免费的。对，公益的，公益的，因为我们直播，李老师将会有七堂课，而明天将会是第三堂课，都是全免费的，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提前报名。那我请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小助理把那个明天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连接发到我们的留言区去啊。今天我看到有好多的新朋友，也可以点击报名，都可以，你一定要点击报名，因为你点击报名了，他们明天就会把这个连接发送给你，那你明天也可以进入这个直播室里头跟我们的李老师一同学习，是免费的哦。哇，对，因为我昨天我听到李老师说他把这个时间也加长了，加长了，对，是从明天的八点钟，对，到十点，到十分钟到两个小时，对，到十分钟，120分钟，是的，是的，到十点钟。所以啊，我看到好多666，哦，太好了，谢谢我家老爷，是好，是二月份的吗？是吗？好，记得哈，记得这个链接已经，我看到小助理已经把它发上去了，那你们一定要赶紧的点击。好，来，我们现在就讲了三月份。好，任师兄，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农历三月份是怎么样？三月份啊？对。哇，我刚才接着我们龙师兄精彩的分享嘛，因为我还在现在还一直在沉浸在龙师兄那个二月份流淌的那种状态里面。OK， 其实三月份呢跟二月份其实是一个很有情有义的一种状态，就是很美的一个山水的一种画面了。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山它是什么？它就像一个大山一样。嗯，这个大山它是静止不动的。是。嗯，你有没有见过哪一座大山是跑来跑去的？应该没有吧。OK， 如果跑来跑去，那就怕了，对吗？因为它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迸发出来。嗯。所以三月份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有那一颗值得交往的人。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是三月份的，这个人是很值得交往的朋友，因为他很重视承诺，也蛮重视那份信任的。那份信任的，只是呢，有时候比较容易受伤。因为付出多 ，OK， 付出多就容易情到深处总是伤。哇哦 ，OK， 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要学会做的是那个真心换真心啊，跟三月份的人交往啊，就要真心换真心，真情换真情。OK， 所以我特别喜欢对三月份的有两句话呀。OK，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朋友这个万千愿得一人心呐、啊，就是三月份的人，他其实他有很多的朋友。对。他身边不缺乏朋友，各种的资源呐、啊，各种圈子的人都有，但是对他来讲，其实真正能够懂他的人很少，懂他的人很少，所以对于三月份的来讲，就是千人宠不如一人懂，哇哦，就很多很少人能走到内心，能走到他的心里面去，因为他心里面有太多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容纳别人出来，表述出来，OK，他承载了蛮多的一些那个压力呀、啊，释放不出来呀、啊，等等这些点。所以对于三月份的人来讲呢，你真的需要交对朋友很重要，要学会选择的那份艺术。明白了，选择的那一份艺术，选择的那份艺术，选择的艺术。对，OK。所以那同样，如果这个你是老板，和一个团队的高层在一起，合伙人呢，如果老板是三月份的。OK， 那团队的高层是二月份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有没有想到他会碰到都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三月份的人，老板他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不太愿意主动的去表达，对，就是他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猜，你猜，你猜，对，猜。OK， 那你对于一些公司的一些战略大的方向，你让团队高层去猜，我才不猜呢，对吧？你看他二月份是很流动的，他讲的那种很直观的那种状态。是的。所以要学会的是什么？学会更好的一种去释放，学会更好的一种释怀。释怀。对，这就是三月份的人。三月份的人清楚了吗？哇，如果清楚的话，给我们一个数字，就是什么呢？333，好不好？
333。那如果你是清楚的话，给我们数字333。好，那我们就再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什么呢？就是四月份，好吗？四月份，农历四月份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是四月份的话，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老婆或者是爱人都是四月份的话，赶紧赶紧听清楚。哇、对，如果你觉得刚才我们的分享1到3，农历一月到三月都觉得非常棒，记得赶紧，你朋友如果还没有在这个直播室里头，赶紧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一定要现在马上 OK 立刻听我们这个，赶快进来这个直播室。好，来龙师兄。Okay. 请你说一下农历四月份。四月份的哦，太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我们认识这种精彩的分享，我的听的都着迷了。我因为第一次听大家讲三月份，我讲这么嗨。OK， 四月份的人，好，其实四月份的人，我会用举个例子吧，它像什么呢？它就像一棵大树，它是其实外表给人一种很儒雅，它是外表很儒雅的，但四月份的人他比较容易扎根。还比较容易扎根啊，其实他如果是用我师父说的一句话，其实他的内心是很小萝莉，男的就是有这种什么小萝莉，小萝莉，小萝莉，萝莉怎么来的？就是什么意思？会就是这个男的会有少男的情怀，女人会有少女的情怀。哦，男的有内心的内心，对，就是会把内在会把看问题看到什么都觉得。不管今天遇到什么的压力和挑战，明天会一切更美好。就是明天会更好。第一次。他那个就是那就是像这种人，他会不管遇到什么的问题，他倒头就会睡吗？这样的人，会有这种现象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但要因人而，因为他我们只是一个，只是他现在我讲的是一个月份，那如果把他的连日再拿起来看，那就可以更确定好他有没有这样的喜好的嗜好了，明白吗？OK， 好，其实三代人，四代人不是三代人，我抢到我们的认识中的话题。他对自己的人是有期许，但是他有时候想法是蛮跳跃的啊。但还有一个就是，sorry， 四代人呢，他其实内在如果有时候不想说，就是有很多想法藏在心里边，但他一旦说起来，他的口才表达能力还是不错的。哎，这个我有印象，我有感觉。因为我身边有接触过一些四月份的，他们的口才表达能力都是蛮强的。是的，是的，是的。农历四月份的是是的，是的，就是他一旦厉害起来，他如果能讲的话，他会一直滔滔不绝，可以讲个不停。啊，不过四的人还是蛮淳朴的。淳朴、啊。淳朴，因为我刚才比喻的那个例子，就像他一个大树一样，你看起来很朴实。是是，而且容易扎根，做一件事容易能。扎根。所以我刚才说了，二的看事情是有宽度，对吗？那么。四它是什么？有高度，有高度，因为它往上高嘛，树会往上长嘛。是，你看一个宽度，一个高度 ，yes， 太棒了。我要高度。我发现今天我们三个人穿的衣服一样，他们两个都是蛮有高度，这是有高度，这是有厚度，我是有宽度。因为就我的衣服显比较宽创一些。OK， 好的好的，其实好的，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把它讲得很完整，就是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到后台，我们有一些可以专门的有时间给大家做一些个案的完整的解析了，这是后续可以让我们真的给大家介绍，好吗？谢谢。因为时间的问题，我的四的部分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好，如果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准，其实这只有这么的一部分一小滴哦，因为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月份。如果你在这一个方面，其实你说，哎呀，我真的很想了解我的十二神数，就是我的年月日时都全部凑在一起的话，其实我是怎么样的呢？我如何在健康方面，如何在财运方面，如何在学业方面，也甚至关系跟家庭方面，整体上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在这一个方面对我们十二神数个人解析这块服务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去留言，告诉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好的，今天我们就在请我们的任师兄来接棒了。五月份，我在笑的原因是我刚才看到评论区有一条信息，然后呢是给我们的龙师兄的回复，果然是神龙大师标准。啥叫神龙？神龙大师很准，很准，很准。对啊，你们记得，这是师傅的真相。如果真的准，你记得一定要在留言区里面写上很准很准很准。那样我们的两位师兄，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掌声跟需要鼓励，需要鼓励。我们会更卖力。对，如果你写的很多的话，很准的话，等一下你看，我就一只一只的在你那把他们脱掉。哇，谢谢谢谢，真的，我这个话太有分量了，谢谢谢谢。对，好，尽量的挖。好，来好认识兄。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呀、啊？脱掉，对吗？好，来五月份的。农历五月份呢，它其实有一个现象呢，这个呢，它其实口才非常好，而且呢思维敏捷，想法很丰富，而且呢它其实整个的这个想的这个灵活度啊是很灵活的，就是它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凭感觉那个直觉去做事儿，就它的五的执行力是很强的，是它有一种就是当然也会有一些火急火燎的现象啊。会有火就是个性比较急，个性急啊，火急、就是、比较急躁的那种现象啊、OK， 那同时呢是有一种暖男暖女的现象。哇哇，我发现今天晚上我讲的这数字都是跟情有关系的是暖男暖女。 OK， 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比较小资有烟火气的生活的状态，就他很喜欢那种有节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我们祖国大陆的上海啊，就是上海的女性呢，她就是属于比较小资般的生活啊，是，然后很享受那个生活有节奏的，有那个品质般的生活呀、那同时呢，武是很能言善辩的，那她给人一种底气十足的那种现象，那种状态啊。对，这是武的啊，这是武的。是武的，武的是这样。好，还有呢？还有。还有，你看，郑总一直在给你挖了。okay, 我还想听多一点。对，所以呢，五月份的人，你知道吗？五月份的人，他其实有一种能力的，就是这个能力是什么？就他能够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化而快速的调整自己，就是会因为变化而让自己变化。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一种现象，这是一种能力，也更是一种价值。比如说，坐在我们旁边这位。有高度的，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我们的郑总，他就是农历五月份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一直在问师兄可以说多一点吗？所以你看刚才整个过程里面当中他都是说好的，他不敢说不好的。原来如此。是是是，所以这是五月份的行动力执行力是很超强。他内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气势？内心他是很有底气的，就他有那种女王范儿啊，女王范儿，就是如果是女士，就是有女王范儿，说强势吗？有大姐大，说强势吗？他把强势说成是大姐大，不好意思，被我戳破了。是是是是 OK， 他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强势起来那不叫强势，叫超强势。哇，这是五月份的，这是五月份的啊，邻家大姐啊，邻家大姐，厉害。厉害，给你个点赞。Yeah. OK， 好，是好。所以在这个五月份，农历五月份，我们的任师兄、任轩峰师兄说的非常棒的，可以不可以给他一个数字，就是什么呢？252252，因为什么？五号嘛，就是给个252，好不好？252252，让我们因为是五嘛。哎，对，我再温馨提醒一下，如果你身边有五月份的，你要好好带他们。你要好好带他们，OK？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来，为什么？因为五月份的人呢、啊，这个有什么话，他你必须让他讲出来，他要讲出来，讲出来才能过了那个劲儿。但是五月份的人不记仇，说过就过了，说过就过了。所以五月份是很值得交往的朋友，所以大家都要给。只要郑总在做这个直播，大家一定都要来，所以一定要支持。OK， 好，好，可以。哇，我看这个时间，哇，今天可能我们我们对呀、啊，今天我们好像我们就先讲一半可以吗？对、啊，讲一半，然后待会儿给讲到六月份，等到我们下一次再讲，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然后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对，待会儿我们我这个我跟大家征求一下意见了，还是怎么样？你觉得 OK 吗？因为我们想跟大家多一些互动的。好。好，我们这边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因为好，我在看的时间上，其实今天已经到了8:40。如果真的要把每一个月、每个农历的月份呢，都说上比较深度、有深度 ，OK， 又有宽度、又有高度的话，那今天真的在9点之前，我们无法把12个月都说完。那如果大家想，今天我们就专注把农历1月份到6月份的都说完。
那可以不可以给我看到一个数目字，就是说几，你们猜。686。686 ,OK, 好。686。因为要接下去六月份的数目。所以688。龙师兄。龙师兄686。所以他有听说话。好，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686好不好，来给我们看到686。哇，有人讲说讲到晚上12点。讲到12点，真的吗？你会一直陪到12点吗？对，好，来那个686让我看到大家如果一次过的、啊、对，一次过的通过的话，我们今天就深度，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 的再把这个农历一月份到六月份的说透、嗯、好不好？如果看到好多的686，哇，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把挖你们两个人的料。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太厉害了，你看把我们的认识中挖的多深啊。是是是。好，来我们的龙师兄。okay, 好，我接换的，谢谢。开始好好挖。农历六月份的 OK、嗯、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想了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东西来比喻它。哦，好，那六的人擅长呢？六的人其实是蛮多才多艺的，嗯，啊，多才，其实多才多艺啊。其实跟六的人跟五的人，他有一个，他是暖女型的，暖，所以暖的。如果把它比喻呢，它就像一个太阳，但那个太阳温度不是很高，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温度会低啊。所以六的人呢，他。其实他内心是蛮期待自己就是在某些领域或某些行业是有很大的成就，像当那种领袖，他内在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或者梦想。六代人特别是，而且sorry， 因为我一直在客人，而且六代人其实他如果我刚才说的多才多艺，不仅仅是说你会说，他还有时候会有那种表演啊，跳舞啊，弹琴啊，都会有这样的多才多艺的这种现象啊。OK， 好，还有就是六月份的人很会去关心人，关心，因为你想想，太阳的火，它不太阳照在我们大地上，它不论你是好，不论你是的人是贫穷还是富贵，不论你是搞还是矮，它都会一如既往的普照着你。滋养你一样的。所以我可以不可以容易记一点，我就把这个六当成是一个太阳。可以太棒了。是的，这样子就是容易记嘛，就是知道农历六月份的话都是一个太阳，可以滋润好多人。是的，照下照这个。是他，所以就是说六的人其实他如果像这样的，他更多的时候其实六的人还要懂得去爱自己了。因为他把阳光很多时候都照给这个普罗大众了，就是说你要懂得自己其实内心的这种需求，要把自己的内心有更好的这个明，就是方向的这种明朗化了。哦，对，是，所以懂得爱别人也懂得爱自己，要懂得爱自己。是的。所以这些是送给农历六月份的功课。但有一点六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去，你很聪明，但是不要去耍小聪明，要有尽量把你那种聪明变成智慧。嗯 ，OK， 把你的聪明变成智慧。对，就是就像师父我们说了一句话，叫什么？还记得吗？就是聪明是一种选择。OK， 聪明是一种反应。聪明是一种反应，智慧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啊。对，你要选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仅仅做一个聪明的人。哦 ，OK， 谢谢任师兄，我太棒了，太棒了，是，谢谢刚才龙师兄给了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我刚才在想，不要给他迷失自己，对，因为他刚才讲就一个词，就是那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啊，yes, 他会有这种现象啊，就这个六月份会有这种现象，是的，六月份会有这种现象，是的，会有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嘛，有时候会，有时候会这种现象，是的。这样会不会你说的为了反对而反对？那六月份会不会说？固执呢还是不是六月份的固执？如果说固执，我觉得还是算嘛，应该也算是一种坚持自己的己见嘛，内在比较那算是有了，内在比较对自己有自己固执己见，对自己的意见会反而那个，所以他有时候不管他有错了，他也不会马上说我错了，他可能会延迟去表态或者去表达，也有可能这样的现象。好，那对呀、啊，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不会跟他贴标签。可是问题是在这一个方面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当我们理解他了解他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子去跟他沟通。你懂得他了，我们就知道怎么跟他去聊。所以如果在屏幕前呢，各位伙伴们，如果你的孩子有六月份的，好好培养他哦，他会有多才多艺的这个天分。哎，这是个礼物哦。Okay, 这是个礼物。如果你家的宝贝呢 是农历六月份的出生的，要好好去培养他，栽培他。栽培他。是的，是的。对， okay. 好，如果你们家有六月份的，或者是你有朋友是六月份的，可以不可以在这个我们留言区打上666三个字，让我看到。对，还是说你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农历六月份说的非常非常准，也给我们666，好不好？好，让我看到，哇，我看到有好多的大拇指给我们的两位师兄。对啊，你们知道吗？反应要热烈一点哦。你们越热烈的话，在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14分钟里面，我还是继续的给你们挖。是是，我们应该不需要这么再挖了。我现在已经剩下一件真皮，要真皮。OK。对，所以在针对这里头啊，我刚才看到也有看到有一些的，就是说要你们说到半夜12点。对，哇，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这些太棒了，师兄，今天晚上要陪他们一起共眠了，陪他们一晚，这个我们郑总陪他们一晚，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那龙师兄明天早上起来会去喝的，OK， 谢谢，好，可以来，好的，对。对，如果针对刚才我们1到6月份这一个农历的话，大家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开放我们的留言区，互动，做一些互动，好不好？好的，我现在看这个留言区里头，评论区里头，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在这个方面，从农历1月到6月份这一个方面，好，我们就保留在这一个环节里头。好，让我看一下留言区里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是你们想知道的，或你们更想懂的，在某个月份或者是某个方面，你可以明确的写给我们，那我就继续的挖这两位师兄的。哇，有人说他们家有两个是六月份的，是吗？哦，他们家有两个是六月份的。哇，哦，那样子你那个他们家有两个都是六月份的，那两个六月份的，两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可以回应一下吗？对、啊，那一定是你们家到处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因为两个太阳把温暖了你们整个家。哦，哇，对，好幸福哦。好幸福、啊。对，我再看一下评论区里头会有什么。好，该我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师姐，她问过后可以发问问题吗？是啊，我们这位现在开始问问题了，师姐，我们已经公开了，开放了这个答疑的这个环节。好，请大家在这个留言区里头就留下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好吗？好，那在大家提问的时候呢，我也想再提问一下，请问一下龙师兄好吗？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呀，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说你看一月份的人碰见六月份的人，这个应该怎么去相处？一个人是很冷静的，一个人是很主动的，很热情的。OK， 哎，我觉得这是说他其实你有更多的经验，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好，来。我们在这边认识这个问题提的太是的，我在这边有看到有一位这个 Emily Lim， 她说我家有两个一月份的，对，那、哦、两个一月份的、哦、对，然后我刚才那个有两个六月份的其实是女孩。 OK， 那好，我先回应一下，待会儿龙师兄再接棒进行分享啊。好，来，我先回应一月份的。如果你家的孩子是一月份的呢，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帮他去做决定，记住了吗？你可以多去引发他、哦，让他去思考。可以，你或许可以采用以下这个问句，什么的问句呢 ？OK， 你觉得呢？你觉得 ？OK， 还有呢？你要引发他的思考。OK， 因为一的人他其实内在有蛮多的一些想法，是，只是说你需要给他一个管道，一个途径，让他讲出来。OK， OK， 你觉得呢？还有呢？嗯 ，OK， 对，让他去多一些思考，跟他去做交流，所以。如果你家的孩子是一月份的，也邀请你的这个做父母的啊，一定要注意跟孩子像朋友一样相处，是，像朋友一样交流，是，因为一他有一种能量场，他的能量场一出来，其实他不分那个谁的职位高低的啊，嗯，是的，是的。好，还有一个，我们再继续吧，就是农历一月份对理财方面怎么样？理财。对，就在他怎么管理他自己的财务方面呢？
OK， 好，那理财方面呢？因为其实，在今天晚上不在我们这个范畴之内啊。这个既然您问到了，OK， 那我们也不能驳了您的面子，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好，如果你是一月份的理财啊，在今年呢会有不错的一些财务的表现。OK， 那当然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一点，什么可以投，什么不可以投。对，千万不要有时候一时冲破了脑袋。一冲动做决定，到最后赔的一无所有，所以很重要，所以选择很重要啊。所以对我们这一位 Chris 师兄这一个方面，今天的礼物你收到了吗？所以很重要，在做投资的方面特别要非常非常的。对，今天有蛮多的一些机会的啊。对，是的。好，那我们还有一个 Michelle， OK， 他问农历六月份的健康如何？健康，对，来龙师兄您回应一下吧。是的。好的，其实六月份的健康来说，今年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特别是如果年纪比较偏年长的，有超过比如说40、35岁以后的，你的要特别注意，怕偶尔会有胸闷的现象，心脏方面有特别的注意，在今年六月份的人啊，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因为它像一个太阳嘛，嗯，我们人体的有些哪些部位可以它形成相应共振的，我就你的心脏就要特别的注意。而且六月份的人呢，其实因为他在内在有时候卡的，就是内在他那种愿景或者他卡的有一些，有时候会有压力，会有这种就是消化方面呢也会有一些影响的，就是肠胃的消化也要特别的注意，在健康方面，在这两点上你要特别的注意。好，所以当然如果具体的健康方面，他是有机会还是。我再建议就是你要给你做过完整的检查，因为它要涉及到你年和日子，那会检出来会更知道确切的你哪些地方或哪些时间段会出现什么症状，都会给你的更好的建议。今天我只能从这个我们的整体的，因为六月份整体的这一个数字上来给你一个大的建议。OK， 对。如果这位师姐你真的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其实真的一个完整性的就要把你的年月日时 OK 这一组数字然后做更深度的解析，如果在这一个方面你有需要这样子的解析，你可以到后台去跟我们的小助理这一方面的咨询。好，来，我们还有的就是我这么我看在评论区蛮多是问孩子教育，对，都孩子这一方面。其实我看到这个信息有一个突然一个想法，就是基于大家问了这么样多，很多都是相同的一些问题，这都是在孩子教育这个维度。如果 OK 的话，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专门再策划一个主题。OK。就是关于孩子的十二神数，你应该用什么的方式跟他去沟通，然后能够更好的去做好那个亲子的陪伴。亲子。哇哦，真的。OK， 这个主题你们感兴趣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666，好不好？好。既然我们的任师兄有这么大的发心，好，如果这个主题你们都有兴趣想要更深度的了解的话，给我们666好吗？对，666这一个方面，因为你看我们的任师兄今天真的太棒了，我们要拖他，要拖他，我待会儿自己拖，OK， 开玩笑，他就自拖，是，对，他就自拖。我是有边界的，我是有原则的，对，他就自拖了，所以哈，他就自己。告诉自己哈，告诉大家说他另开，我们另开一个直播，就是说我们下一回命运我做主这个环节呢，就有讲一个环节针对孩子，针对亲子，专门针对亲子在这一块十二神数这一块怎么样处理这一块。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看到真的好多好多，我们如果是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么多的问题呢，我估计回答到凌晨12点都回不完。就好像你知道吗？其实每一次哈，我们让师兄师姐们从国内到我们马来西亚来，他们总是说一句话，来马来西亚其实真的能量要养满满的。为什么呢？因为来马来西亚就是从鸡教做到鬼教，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师兄师姐真的太热情了，每一次我们的师兄他们到达，肯定的就是不停的一直在挖他们的料。OK， 所以今天当然我不会让他们做到凌晨12点，谢谢，但是我会让他们多开几个不同的主题，让大家在直播室，在我们的命运我做主这一块都有好多好多的收获，好不好？好，好，谢谢。我看到有好多的666，对，是的，在这一块，所以就针对孩子这一个方面呢，对我们无法完整性的在解说。是的，要不认识中，我们你可以简单用一句话来，我们做个概括吧。
也满足一下我们，因为可能要详细的再展开的话，估计要有个专题啊。对，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您说了一月份其实交流的时候，任先生也说了，一月份刚才讲过了，对孩子不要需要更多的去引领，对吧？那二月份的孩子也比较聪明，是，那我们是其实要更多的聆听他自己内在的声音，还是要有更多吗？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简单用一句话可能会给我们的给我们的伙伴们一个简单的一个一点的建议，一点点的建议建议吧。Okay. 其实，好，其实我发现不仅仅我们的郑总会挖，我们的龙师兄也会挖。而且挖的还很有料，所以今天你要掏肝掏肺掏心。因为上台之前就说了，啊，我们说好了，今天我们两个都是买通的，OK， 所以我们就把箭头把这个麦克风转给我们的任师兄。来，有请任师兄，谢谢。好，我们还有四分钟，四分钟的时间，哇，这个一句话，四分钟啊。好，二月份的人呢，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你需要孩子有很多的想法，那你要学会让孩子自我做决定，要区分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就不要强迫他要。 OK， 这是二月份的啊，好，这是二月份。三月份的人呢，你要需要的是什么？给孩子营造一种氛围，就三个字，我懂你。 OK， 非常好，非常好，我懂你，你要时刻跟他在一起，我懂你。四月份的人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替他做更多的决定，但是我一直陪伴在你旁边，哪怕不说话。对，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是的，是的。让他有一种觉得很重要、确定的感觉，因为他那个大树要往上生长。是的，是的。OK， 那五月份的人呢，其实要的是什么？就更多的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因为他其实也是蛮有自己的个性的，就这种孩子，他也是蛮有个性的，是。刚才师兄讲的是这个意思吗？对的，是蛮有个性的啊。其实我们还是需要给他一些鼓励，一些方向，给他大方向就好了。是的，是的，其实让他更多自己做决策的是比较多。对，因为二五月份呢，他会不断的去来回去蔓延的，包括去想法很流动啊，等等这些想法，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坚定度，就常立志不如立一个志。哦，明白。要学会常立志不如立一个志，是，学会要坚定的下来做一件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培养。OK， 有机会我们再给讲讲我们郑总他的故事。他从小上学的时候，他如何从一个学习成绩不好到瞬间成为一个学霸过程，那个过程啊。OK， 六月份，来，龙师你说一下六月份的好吗 ？OK， 六月份的人其实刚才任师兄也讲到了，六月份的人。他本身就有那种特质，他是有多才多艺的一个天分，所以啊，你还是让他不用去给他太多的条条框框，你先让他从小就有一种自我的喜欢，让他认识去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他会去选择他需要的那一份天地。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 ，OK。OK， 好，刚刚我这边有看到嘛，他说，哎，有一位师姐他问嘛，只看月份，还是要配合出。生月跟年份，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嘛，年月日时，对，这对我们这。那我想问一下，接着郑总这个话啊，你是想基础的解一下，还是想完整的解一下 ？OK， 基础的解，那我们只看你的月份 ，OK。然后如果你想完整版的解析，刚才我们郑总已经说了，你可以把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可以提供我们有相应的这方面的一些服务，解析的服务。 OK， 我们会更多的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好吗？那个是比较个性化跟比较那个私隐化的，因为其实你的年月日时这组数字在我们的面前，其实就像刚才两位师兄说的，看透透，所以不方便。其实，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把你看透透，是的，是的。所以好，有这个机会，如果你想更深度的了解这一项的服务的话，十二神数的自己个人版的深度的解析，就是有深度、有高度、有宽度的解析，那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后台的小助理，那就行了啊。好，就是到这。对，今天其实我们也。来到了这个的节目的尾声嘛，是啊，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哇，有好多人其实每一次都追着我们看着我们的这个直播室，这个我们的命运我做主。那好，接下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通告要告诉大家，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好，我们接下来，对，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命运我做主这一块节目呢，这一个节目直播节目呢，将会在每一周的周二跟周四的晚上8点 ，OK 开播。那你要对周二跟周四 ，OK， 所以二跟四 ，OK， 所以你要记得留住你这个时间，守住这个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通知你更多更多的朋友亲戚朋友们 OK 都要守住这个直播室。好，所以我们每周二跟每周四在我们这直播室相见。好。